哇哇，这个我真的不会画。动漫猜谜是不是？这个我完全不会。等一下，这个我们看过吗？应该是。反正我没看过，你们也许有看过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但是这东西家喻户晓，家喻户晓，应该你们应该是听过，听过很难吧？啊，有没有看过就不知道。是老听过，看过感觉这不行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中间是个岛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岛、啊、的，我只知道。看六个字，这个完全没有可能、啊。这什么岛啊？不会是火影那个卡加布列岛？不对啊，不是啊，受胎岛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。什么东西啊？约定的梦幻岛？干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没有，连就看都没看过。哎、欸，这个很酷哎、欸，那个有真人的那个啊，哎。我、哦、这个应该是有料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五个字。这个一定猜得到。哦，东西啊！靠呗啊！什么防断线啊？白痴哦！啊？拉小啦！这样就猜到了。哎，那个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白痴哦！他干嘛给我防断线？直接靠呀哦！什么、啊？哎，这个简单的啦，这个最关键的东西还没画、啊。哎呀，好小，不难、啊。动漫五个字，五个字。哦，人傻笑了。哦，靠背哦。哎，不是，哦，不是这个镜，干你娘！小德画的哦，还算可以。我意思有道，意思有道。四个字。哎，哎，不是吗？你他妈字打错了！没有，我看你们打错，我就知道不是人。靠哟，看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矮呀、啊，这个可以，哦，那个，这个虚化美啊，死神呢、欸？虚化你不知道，啊、死神虚化你唔知哦，假面骑士啊，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平子真子啦，哎呦，哎呦，日式大虚啊，他就日式里啊，对啊，虚宣大虚啊，基利安你不知道，你还在演破面军团呐、啊？哎呀，想不到演、啊。好悲哦，猜到另外一个了。基利安都没猜对啊！哎、你不要吵啊！哇，红林奈，哇，红林奈，红林奈，你个红林奈你，红林奈，你看你画红林奈，画几个字？哦，啊，哎，几个字啊？哦，哦，太厉害！哎，这样都知道了。这个，请问是还有哪一个动漫是这样跑的啦？一些，马恩者哈特利是不是？哇，我这个难哦。谁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鬼灭之刃。哇！啊、什么？那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啥？啊，都啊，没错啊，就这个不是？四个字？啊？不是这个啊，靠杯哟、哦！哦，哦，那边猜动漫，白痴哦！哎呀，被误导呀！哎，
武藤游戏，武藤游戏，武藤游戏，他妈的是动漫角色，我哪知道啊？三不转路要转啊，傻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几个字啊？哎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这应该算是，应该算是蛮简单的啦。黄色的，啊哈，五个字条啊。这谁呀？啊？他是谁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！哎靠！怎么不是七彩的威风？哎，这怎么？这什么？这是？啊？应该是这样吧？哦，对啊，我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了啦，我仔哟！看我的拼音真话，这画的很好啊，不错啊。这个很简单啊，井上织姬啊，这么明显猜不出来啊。什么井上织姬你猜不出来啊？靠，没上靠背，我一想起来是什么东西，白痴！看这什么画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蛮痛啊！啊啊！干，那叫什么啊？哦哦，等等，哦哦哦，可以吧？等等等等等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哎呀，差点把歌哼出来，靠腰！可以吧？哎呀啊，这个可以！哎呀哎呀，运动类的还好，我有看。哎呀哎呦！哎、欸，是啊，对啊，我是棒球大联盟哦。啊，你怎么把答案讲出来的啦？啊，那哦，对哦。谢谢你。对。靠北，看我还没吗？剩我没答。还有你在棒球甲子园，你靠呀。棒球甲子园。哈。哇！哈，这样打出来，还真的哦。是啊，屁蛋嘞！大哥呀！啊，干王知道这什么东西？不对啊，不是啊。干可是白痴哇！这个我看到后面那个才知道答案。啥？我知道这个，可是干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廖毅，你刚刚是瞎猜的吧？没有啊，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我知道。干，反正这我完全看不出来。不要跟我说你昨天才看而已哦。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，好可爱！哎呦，酷洛。靠，我把死了。好。看你老死。完了，我们啊！死定了，死定了。这个我跟你讲。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啦！真的假的？两题都不会哦、喔。对啦，这什么啦？四个字，怎么感觉很抽象呢？是啊，你没看过是不是？我没看过啊，两个我都没看过、啊。哇！完了啊！你没看过，你他妈那边画、啊。什么、啊、吸血鬼哦、喔？我怕你们知道哦、啊。啊，你有听啊？你有听过吗？重点没有。哎，真假的？连你都你两个都没听过。红色的、哦、为什么是红色的？红色哪一只？傻小、哦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星球崛起啊、哦！会面具啊！这感觉就是什么星星啊？感觉什么蝙蝠？什么魔王啊？这是什么怪？屁！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大概我看你的这个意象，然后我去猜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看过这一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不行啊，这没得猜啊！
公司啊。哎、欸，二模奶爸，下面那个，我是看到两个，我是看到两颗微圆雪乳来猜的、哦。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什么科学电池号。我这个很难哦，但是你们应该都看过啊啊，龙。谢谢啊啊，谢谢哦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我以前很会看。地下城，他妈也是玩桌游、哦。哇，你只画这样，说人要猜也很难。哦，有了。颜色画出来的话，应该就真的就很好猜。看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画的东西你们知道了，应该长这样子吧？妖精的尾巴，好悲哦！这个很简单的啦，四个字。就是啊啊！哎。真的是简单呐、啊！哎呀，谁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啥呀？菠萝面包没，然后右边的草莓。白痴哦、喔！哇，这个烂名答不出来就扯。有一部那个没，中间橘子是不是？有一部那个没，烘焙王你们看过啊？靠，不要男主角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？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东河马你们。哦。这个很简单嘛，西街少年啊！靠，被你猜对了。简单的啦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樱桃小丸子也行。很简单吧？啊！简单啊，这个老肥的数错字了，没问题啊。这又是什么？完了！啊！哇！哦、你直接放弃啊！哎，题目是什么？题目是什么？什么宝石王国？我跟什么四月什么？啊，四月是你的谎言哦。对啦，四月是你的谎言。哇，那部我还真没看过。哦，我这个很好笑，我这个很好笑，但我不知道怎么画的。什么？三个字。红的。嗯。啊？就这样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嘴巴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啊，这个有人哦、oh! 这个有一个人很熟呀、啊。哎、欸、这什么果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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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还有个招牌动作啦！啊！干娘还主角是什么？看这什么？哦，看我知道他谁，我知道他谁，干主角叫什么？好啦，提示一下啦，什么木啊？啊，对，什么木？说错！没有没有，干那我应该不知道，那没有。好了，提示一个字啊，金呐、啊，快点啊，你们快点拼了啦，要拼了啦！我你他妈，你是不是去 Google 啦？救命！反正这我不知道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金木眼哦，金木眼啊，靠北啊！啊！屁蛋！屁蛋！靠北！这个叫什么？好点！都没掉。
是那个鸡毛掸子啊，这个很简单嘛，那个悟空的美靠背哦，鸡毛掸子，看这怎么画啊？是啥呀？好啊，它是黄的啦，好不好？啊？可是不是啊，重点不是它啊。皮球啊！干你啊！哇，两个字。哦，这是这头，这什么？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白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谢谢。谢谢。对、哎、那个啊，那个嘛，金乐春水啊，索隆啊，福竹妹，福竹十四郎，你唔知哦？没有啦，快还要再快金乐啦，没有蓝色是福竹哦。哦对哦，蓝色是福竹啦，福竹你在，我跟你讲，福竹你不打哎、欸，你死不打是不是？你还是打索隆，干你老师！索隆还打错，你看这是万劫，这是那个啊，六丈光牢啊！啊！是啥？绿的。大拇哥哦。大拇指啊，没有大拇指，怎么会有大拇指呢？马桶？这什么啊？哇！这个？这什么？大小？大小啊？干怎么感觉有点恶心呢、啊？我不会画这个。好啦，第一个字啊！你妈又那又变游戏了。哈？哦，这个 OK 啦。什么？这个哎，你这样子我就懂了啦。对的。哥哥我还要是不是啊？剧情合理的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，这第一集现在就第一集就有的东西。靠背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们也看过他的动画吧？哦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变英文呢、啊？你们一定有看过啦，这是个很关键的东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那是有什么关系？七六五三二一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东？你把好奇大对啊。可能，哇，这个不像，他长怎样？是这个，他好像也是长这样，又是一个，我们又是一个双马尾哦，好像、欸、他是双马尾吗？靠呗，干你娘！怎么又是你啦？干你娘！换个头发，他妈这是谁啦？啊？啊！这什么？这是人名啊！是人名啊！谢谢。他片头蛮好听的啦。唱一下，你唱一下。唱一下。你哼一下。他片头是嘻嘻的。什么啊？干你！你又会当作战？
哇，这以前哇，干你还想久了耶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在看这个哦？这怎么？干你屁呀、啊！他妈娘娘腔哪会看这种高端的作品呢、啊？对啊，这干你娘怎么画鸡派？谁呀、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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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是吧？做错路啊！你他妈那可以猜出做错？没有他的发型呢、欸，这一只眼睛的发型呢、欸？发型小马尾哦，不是，他就长发遮眼睛呢、欸。